1230醒报现场。那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三位大学生跟我们分享很多打工的趣事啊，或是印象深刻的故事。那打工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学业呢？我很好奇，三位大学生要不要来举手一下？觉得会影响的举手。所以显然子明觉得不会影响。那玉瑞，我想请问你，你觉得为什么会影响？嗯，是影响哪方面？这样？可能跟我自己就读的会计系有关系，就是其实我们会计系考试蛮多的，对啊，可是那时候我大一刚进去的时候跟干部他们太熟了，所以那时候被熬班比较严重，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开学了还是上五六天班，那都是放学6点然后上到打烊，就是12点半1点，对，你这样隔天爬得起来上课，所以那时候上课其实就有一点精神不济啦，对，而且是你说礼拜一到礼拜五都会，就是就是一个礼拜差不多5-6天，5-6天，对啊，所以就其实那时候就让我功课变比较不好，对，然后那后来在我大一下就是自己调整后跟公司讨论过，就他们也就是知道说我认真，可是他们也希望我要顾功课，所以后来我调整后我大一下还领到那个进步奖，你说学习进步奖，对，学校第一进步奖，所以奖品是冰淇淋的，没有是学校的啦。啊，就是学校的进步奖。哦，是学校的，对对对。哦，所以不是那个冰淇淋店颁给你的。你们学校还有进步奖的东西，对、啊，就还不错。所以后来就怎么那么鼓励学生呢？对啊，我也觉得很好。所以奖品是奖金吗？对，是奖金。奖金5000元，现金吗？还不错的现金。对啊。你是进步多多啊？其实班是跟我们班一个班是差不多50个左右，然后那时候我在班是。蛮后面的，多后面可以方便透露，其实是30出头啦，那也还好，也不是说可是因为很多人对啊，就是没有比较就中后段嘛，后来我是进步到前10名，然后好像是就那个幅度有20几名上就可以去申请，所以一般可以有几个申请进步奖，我对这个好好奇哦，好像一般只有一个，其实我是学校老师主动找我的啦，很少听到有大学还有进步奖，对，所以我开始以为是诈骗集团，因为那个老师1点多才传简讯给我，想说为了做刚好是4月2号还是3号，想说这应该是愚人节的简讯，我现在收到，后来才知道是真的，然后就很开心，对啊，了解，那佳琪呢？哦，我影响到的层面其实主要不是课业，是就是社团。因为就是同时有两个社团，一个是就是舞蹈的社，然后一个是就系上的学生会，就是系上啊系上的系学生会，对对对，是社工系的系学会。然后因为系学会就是很多活动要办，那有些比如说像是杜鹃花节啊，然后我们自己也有想要办一些什么周啊月或是之夜等等一些表演活动，那常常就会用到就是第八节下课以后的晚上时间开会或是验收验收表演之类的，那就是那个时间可能就是我打工的时间，那就是在这我的时间可能就比较不好调整，那有时候变成说就是两个冲突的时候，我就要可能就要请一边，就常常我就常常面临个取舍，对，就很两难，就觉得就是两边就是都是责任，然后就要去权衡说可能我在哪一边的角色比较重要，哪边比较不可或缺。你打工的时间是多长？3小时，就是6点到9点半，每天吗？3个半小时，没有，一个礼拜去2天，两天，嗯，但就已经让你很对，但其实分身乏术，对对，那对学业没有影响。而且另外我觉得有时候是对健康吧，因为有时候我那时候有一阵子就会都跟我朋友开玩笑说我都过着就是3餐不济的生活，哦对，我说你不是我在打工吗，怎么会3餐不济，然后我就说因为我日常会忙一整天，就是时间都排太满，没时间吃饭，我可能一整天就只吃个面包或什么的，就一整天进食的东西很少。你是先念书之后才打工，还是说上大学前就有打工？没有，上大学以后才打工的。那你已经有一个社团跟一个系学会的活动，怎么还会想再去接一个打工这样？因为一方面哦，因为系学会是在大二才接的，那时候已经在补习班已经做1年了，就觉得说对小朋友就是有感情，然后就觉得说那个环境就是还蛮喜欢的，而且就觉得说自己还负担得来。可能是对自己太有自信了吧，对，就是觉得自己的能力应该还负担 OK， 所以觉得，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磨练的机会，就觉得是个挑战可以接下来。所以后来你的那个舞蹈社跟系上的活动都还有在进行吗？还是说有因为这样子无法兼顾，所以就有
取舍？后来我到大二下学期的时候就牺牲掉一边，就牺牲掉舞蹈社那一边，因为舞蹈社真的很耗体力，回家真的是。对啊。打工完我回家，我至少还可以就是做一些社团，比如行政上打一些企划书啊，对对对，或什么的那些事情，弄一点时间到晚一点没有关系。可是真的如果跳舞的话，就练舞回家就真的很累，就回家只想要就是投入就床的怀抱里面。你的舞蹈是哪一种舞蹈？芭蕾、肚皮舞。肚皮那超累的耶，对，就是跳了满身大汗。好的，那子提显然是刚刚是觉得。不会受影响，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没有受到影响的方法？因为我们工作时间很弹性，就是而且店长人也很好，如果你突然间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就是跟他讲一声，他都会就是可能让我们提早走啊。那你一个礼拜大概花多少时间在打工上？大一大二的时候还蛮多时间的。哦，就是你课都排比较少吗？一个礼拜大概我都打5天到6天。哦，像你课大一大二可以这么少吗？可是大一大二不是应该课最重的时候吗？两位啊，大三的课，你大三课最重，那两位呢？我也是大三课最重，所以大一大二都很清闲。其实应该是因为你们大一大二把课排太轻了，才会变得很重吧？没有我们就是学校的传播课都是把大三课放主课。因为我们大三才分析，对，所以其实你们一进学校就会知道说，哦，我大三是会学业是最繁忙的一年，所以我大一大二可以分一些心力去社团啊，或是打工啊之类的嘛。是吗？我觉得上大学就会想要打工。真的？为什么？因为高中没有时间啊，然后很想要体验一下，就是自己在外面就是花自己打工赚的钱。可是花自己打工赚钱，像刚刚玉瑞有说到，就是会觉得金钱流失的特别快，你会觉得吗？其实相对的，就会真的会学会一点点理财。所以你现在有在理财吗？就是会想说要存钱啊，然后把钱花在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上。那我想请问一下三位大学生哦，打工的事情家人知道吗？子提都知道，都知道，都赞成吗？而且他们还会就是帮我这样介绍打工，就是跟朋友啊、亲戚啊说我在那里打工啊，然后他们都会带一大群人然后来买。哦，真的？所以一开始打工那个家人是你最大的客户就对了。对啊，亲戚团都有买吗？对，都有。那玉瑞家人有去吃冰淇淋吗？有，其实那时候他们我开始打工后。就像亲朋好友就开始一直凹我，说哎，我去看看你，然后请我吃一球吗？我说不行啊，你这样吃一球就是我一个小时的薪水了。对啊，所以后来每次都是好贵哦，我们只可以请红茶啦，哦，打发一下他们。所以那个没有员工价之类的嘛，你们自己吃的话，我们内用有啦，可是没有很多，所以你们也没有办法就是让亲朋好友享用员工价。有啦，就是可是那种亲，然后像什么阿姨类的，也是很爱来找我。因为吃冰就觉得很好玩啊，就可以跟他朋友圈，然后说，哎，你看这是我什么侄子啊什么的，然后说你看他很认真什么，就对啊，爸婆婆妈妈都喜欢这样。好像家紧了，家人知道吗？家人知道，而且就是我妹妹也在那个补习班补英文。对，那就是有时候你刚刚是安亲班吗？还是？对，安亲班。然后就是我妹妹有时候就我如果就是跟她同一个时段，我还可以一起下班，就带她顺便带她回家这样。所以家人知道你们的打工之后，就会开始暂停给你们零用钱吗？还是说你们自己就也会自己不跟家里拿？我上大学就没有拿。就没有拿。那玉瑞，像那时候我也是自己想说不要拿比较好，对啊，所以就自己跟父母说，自己会有自觉。那佳琪，没有，就是家里还是有给我就是一定的就是生活费，就是这。